陈达，嗯，咱俩认识多久了？嗯，得有两三年了吧。感情怎么样呀？那没得说呀，咱俩感情那简直是亲如兄弟。那我请你算了，只要不借钱，干啥都行。给我生个孩子。啊？不是刚才还说的亲如兄弟，你就想让我帮你生孩子，不行啊？十万。嗯，二十万。不是，这不是钱的事，夏总。一百万，再赠你个心理疗愈。哎，不许跟别人说啊。一年后。不是。钱给你转过去了啊，赶紧走吧。不是夏总，你等一下。那个夏总，要不然咱俩结婚吧。亲爱的啊，不是你说的咱俩是兄弟吗？怎么你想拿我当你老婆？你反悔了？不是没有夏董，这样夏董，你看我的车子、我的房子，还有我的存款，都给你行吗？我可不会做家务，我也不会照顾人。我会，那个以后我就在家里洗衣做饭，那个带孩子，你就专心上班，你看行吗？我这可是看在咱俩多年兄弟的份上才答应你的啊！我知道，谢谢老婆啊！走吧。